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凯播大彰化新闻周报，我是苏佩祖。这礼拜新闻重点，咱先来关心。双山下坡这条道路泥固失修，这路边必须个破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双山乡民代表谢碧碧甲下坡村长接到民众陈情了后，就积极向公所争取道路的修缮工程。双山下坡路挖砖的所在，当地乡亲陈情表示，道路泥固失修，沿途都是破损状况，加上管街落差真大，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咱迄、那个即摆目前吼，咱伫咱即个位置双山乡咱下坡村吼，那么经由咱啊，即拢砖来拢是下坡路啦吼，那么经由乡亲吼啊来甲咱代表甲村长来反映讲，啊咱即路面吼有。足久拢无空，啊，真正有一挂破损还蛮严重，啊，路面吼嘛有凹陷甲凸起的这个状况，啊，吼咱咧骑倒摆啦，也是咧乡亲咧出入吼，会造成危险的情形。那么咱今仔来到现场来会见确实吼，啊，咱紧去吼来加啊尽快来加做计划来加改善，吼咱乡亲吼伫咧啊行驶道路上会当较安全。双西乡长苏伟俊接到双西乡民代表陈美美以及下地村长杨学斌的陈情，陪同公所建设科团队到场会勘。讨论道路修缮工程，来提升当地乡亲的出入安全。多张新闻，叶宏武、宋西采访报道。新闻咱继续来看，中华县政府地政署伫咧今年一月开始进行地质图重测作业，包括日本时期的土地，或者是地质资料老旧，以及当地特区都市计划区的土地，总面积大约917公顷。地政署提醒土地所有权人，一定要到现场之界保障自身权益。桌顶老旧的地质资料已经看不出出来内容，一挂地质图就是今年县府地政署准备被重新测量的土地。另外，还有彰化市双西乡顶所在部分农地，特别去都市计划区内底嘛，同款需要重测。一记时期时代的范围吼，有伫咱溪州哦，溪州啊，加伫李林哦，这两个所在。啊，除了这以外，咱今年重测的所在嘛，包括着咱农地重划区哦。为另外都市计划来的土地，啊，则伫咱彰化、山西、鹿港这三乡镇。除了这以外，咱有早期哦，数达区，因为系统无同，实施重测有园林。地政署表示，土地重测了后需要重新定界址，这个时阵需要土地所有权人陪同，这个部分真重要，万一闹异议，才当提出。你也知道这界址足重要吼，界址测了后，你。中心的面积范围就造出来，啊，你也无来，要怎处理？无来，阮会按照土地法相关规定吼进行施策。但这两项有无同款的成果存在？你来协助机改，阮后壁公告的时阵，你对成果有意见，你还阁有异议的空间。你按照阮的土地法来处理的是进为施策。你就无意义的空间。地政署呼吁，若是有收到各区地政所发的通知，讲要土地重测，土地所有权人千万唔通认为无重要，会当主动加地政所联络，确保家己的权益。多张新闻，天下中华彩虹报道。冬天是吃花椰菜上好的季节，鹿港镇农会举办第六届花椰菜品鉴比赛，吸引117组的农民参赛，由五位专家针对外观、重量以及口感这三个项目进行评审，最后是由鹿港镇的农友桂富贵得到冠军。鹿港镇农会连续六年举办花椰菜品鉴比赛，117组农民甲品质好、水果圆滚滚的花椰菜摕来参加比赛。鹿港镇农会总干事梁俊杰表示，希望透过比赛提升花椰菜品质，嘛将优质的农产品推销出去。不过这次的一个比赛哦，能够提升哦我们农友他的在交易市场的一个价格。当然，农友他们的技术哦，或者品质哦，都是受到一定的认同哦，所以，我们鹿港花椰菜哦，在啊北市的一个推销情况哦，基本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哦，价格啊，不管品质哦，都是算有名气的。所以，透过这一次的花椰菜品鉴哦，
我们也是希望说，哦，对农友他的技术，哦，还是说他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情况，都能做一个比赛后的一个提升。但要透过这次的比赛，让大家能认可，哦啊，对我们鹿港的花野菜，哦，有一定的信心，哦，未来也希望说，哦，鹿港的花野菜，哦，就是一个品质的一个认证的一个品牌。比赛了后，这些得奖有一个花野菜买来分享给社区和绿色团体，让他们能吃到好吃的花野菜。我们这次鹿港花野菜评鉴比赛，哦，会后的时候，我们也会将我们这些比赛，哦，优良品质的花野菜，哦，把它，哦，照顾地方，哦，回馈给我们的地方一些有需要帮忙的弱势团体，哦，让我们这些独居老人或者弱势者，哦，可以得享受，可以品尝到我们，哦，鹿港花野菜的一个，哦，蔬菜的一个口感，哦，啊也，哦，照顾地方。每一粒的花菜都是展现菜农的种植技术，经过严格评比了后，最后由鹿港农会郭富贵摕到冠军。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山西乡秀禾万里桥中心举办成果发表会，阿公阿妈是来展现学习成果，休喘一下，马上回来。时间的流逝，让古老的日常变成一个看不见的深渊。关怀与陪伴是长辈们最需要的新年礼物。一份年菜，一份爱。华山基金会邀您帮助孤老。大师怎么样？就他，让你破财。大师，我不明白哎。在家上网看影音，大多使用下载频宽，上传频宽让你北撩级。啊，那我该怎么办？正所谓上传频宽用量少，省下来的上传月月回馈猫币。一级上网每月只要849，给你五星级的网路。真的是五星级耶！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你的 WiFi 专家。新闻人继续来关心，台湾西游记的比率是世界第一。根据卫福部统计，有超过90,000外人伫咧西游记，因此卫福部中华病院甲工业技术研究院就来合作打造 AI 智慧血液透析的照护系统，得到 SNQ 国家品质认证，来降低西游记的风险。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台湾登咧西游记的人数超过90,000人。每一位西游记的患者，伫咧每一届西游记过程当中，包括血压、血氧等数据超过100+，严格监控的数据，才会当确保病人的安全。洗肾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收集到很多的生理的资料，包括血压、心跳，包括一些检验的数值，甚至一些中间透析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生命真相的一个变化。我们把这些大数据全部都收集起来，然后再利用人工智慧的分析去设计一个预警的系统，在病人还没有掉血压之前，我们就先提出警告，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可以增加这个对病人的一个注意。中华病院甲工研院合作打造 AI 智慧血液透析照护系统，经过18个月资料收集，平均每个月会当减少15次西药剂过程所来发生的低血压事件。那整个系统来说，在我们后来完成建制之后，我们总共收集了18个月的资料，总共50,000个病人的一个透析的一个疗程。那在经过这整体的分析来说，我们让我们整个透析的过程当中，从低血压的几率从4.4%降到3.8%。
所以整体来说下降了 13.6 的风险，所以可以说成果是相当的一个丰硕，那对临床的应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系统。中华病院强调跟工研院的合作提升医疗品质，透过创新的 AI 智慧医疗解决方案，替台湾的医疗体系带来实质的进步。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博新采访报道。台湾少子化问题愈来愈严重，除了因为经济等问题唔敢生囡仔以外，未少希望有囡仔的翁仔某，煞因为身体状况无得生。中华基督教病院公布生殖医学中心的数据，帮助妇女成功大腹肚的几率将近七成，同时呼吁想要生囡仔的妇女，尽早抽血检查卵巢的功能，万一有问题，才会当提早解决。生殖医学中心的门诊外口，未少准妈妈等要看诊。医师讲，有少年的太太一直想要有生，却拢无，才才知影是因为卵巢功能下降造成。因为卵巢功能低的关系，其实取到的卵子并不多了哈。因为我们针打了以后就，确实只有三颗卵子可以取。那么有取到三颗，那不过，只有两颗是熟的卵子了哈。那我这两颗熟的卵子非常争气了哈，所以。其实我们第一次就放了一颗胚胎，它都有形成胚胎，那第一次我们就把一个新鲜胚胎放进去，那已经足月生产了一个女宝宝。对，整个过程中，因为我知道 AMH 这个东西指数这么低，远远低估于我的想象之后，我开始跟身边的同事还有朋友开始大力的推广说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那现在目前为止，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跟同事都有来张吉这边做抽血检查，那他们有。当中有人意外的得知说自己原本卵巢功能真的原本有这么不好，他们其实才二十几岁，他们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很积极的来做治疗。对啊，卵巢功能下降造成未生以外，冇患到家族有遗传基因唔敢生，最后透过基因检测服务顺利达成做北部的愿望。大家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这种基因遗传的需求的话，其实。张基的检验整个机制，我觉得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也确实帮助我，就是顺利生下，就是没有带基因缺陷的宝宝。那也希望就是更多需要怀孕帮助的妈妈们，都可以来到张基这边顺利的成功抱到宝宝。医师强调，生殖医学愈来愈进步，呼吁想要有囡仔却一直耽误的翁仔某，免惊歹势，勇敢去看医生，接受生殖医学的疗程，就当达成做爸爸妈妈的愿望。多张新闻，天下中华彩虹报道。宋彩雄秀和万里教中心举办成果发表会，现场展示阿公阿妈伫咧祭典上课所完成的各项作品，创作多元阁丰富，嘛接触后加速了解长辈伫咧礼教中心的生活。宋彩雄礼教中心秀和院举办成果发表会，而且邀请在地表演团体来现场演出，增添热闹气氛。现场阁展出真侪长辈精美作品。秀和院日照中心呢，是由秀传体系跟县西乡公所所合作，一起来设置跟成立。那从四月份呢，我们试营运到现在，目前是有25位的长辈在这里接受服务。那除了说我们有长辈一般上课的空间，运动赋能的空间。那比较特别的是，这里有小龟基的一个服务，也就是说呢，长辈的家属如果他们有想要出国啦，或者是有一些事情不方便晚上照顾长辈的时候，长辈是可以在这里利用小龟基提供一个住宿的功能。那么我们在这边有举办非常多的活动，那么也教导也请了老师来教我们这些长辈来做做手工艺，做做他们的那个创作哈。那么希望说能够让他们来这边都能够受到很好的照顾，那么也能够学习很多的那个一些我们的艺术跟文化。为了鼓励长辈多多走出家门，让家里是谁会当安心工作。沙山秀和院提供多元的日照服务，甚至够长辈临时要住的空间，让家属会当小休喘一下。当初会来这里，因为看到这里整个环境非常好。那也是刚好住在居家，在我们住家的附近而已，所以就安心的就带他们来这里，这里的包括我们的执行长啊、主任啊，都非常关心这里的老人家，所以我们能够让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很安心的交关的老人家能够带过来。陈佳琪执行长表示，真正真感谢秀和院的志工团队愿意来日照中心协助长辈学习等工作。
也鼓励在地长辈来秀和院参加课程、交朋友，达到快乐老化的目的。台中华新闻叶宏吴沙西彩虹报道。今仔日的报道台湾话，咱就来去听看卖谢金石老师要来教乡亲讲什么趣味的台湾话。欢迎大家到顶来学台湾话。今天的艺术是剃头，艺术是多管用书强出头。咱来看内裤，这件代志你唔免剃头，我家己解决就好啊。过来是俗语，白人咬惊到免剃头，白人讲惊到会起崩。意思是老爸若有才调、有本事，做囝就唔免为着厝内代志操心担白。老爸若含慢较能正，做囝万事就会较谨慎，头目在当。老爸若较戆较调直，做囝就会自然较骨力、较有担当，尽量会量早担起一家大小责任。后个月就要过年了，中华区议会推出的海产礼案，唔那澎湃，介绍又够优惠，公告了，带乡亲来去了解。彰化因为有你而美好，每一个你都是彰化最美的风景 ，Made in 彰化。记录用心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美的彰化，引领观众探索各行各业的百态人生。集结强档电影、电视戏剧热门影集，月月更新片单，追剧首选，尽在影金据点。首播锁定凯播彰化零四台晚间9:30，追剧首选尽在影金据点。台北大中华新闻周报单继续来看，婚礼相当会推广系统教育，连续四年举办这千人烤菜头的活动，今年同款是伫咧中潭路一段818号边的农场举行。因为这个活动一年比一年搁较受欢迎，今年农会将面积扩大到3公顷，想袂到无到10分钟的时间，这全部的菜头都被烤了了咯。我说开始啊了，好啦，大家办得欢喜啦，感谢大家。时间还未到，上千人就冲入去餐内面开始烤菜头。大人囡仔这回伫在餐内面烤菜头，大人真无闲，囡仔嘛同款算甲真欢喜。真侪东西一家大细做回来，就算人真侪，算嘛算甲真欢喜。这次的人有点太多了。为什么？太大只了，这是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哈，很多人，每年都很多人，比去年还更快哈。对对，短短不到10分钟的时间，三角外菜头就被烤了了了，有人真厉害，一下就烤几包的。哦，未少哦，差不多，差不多，好啊，我太巧好啊。8:57，大家忍不住就马上开拔了，然后大家看到人拔就一窝蜂的累啊。然后就7分钟就结束了。婚姻农会总干事讲，真侪少年囡仔拢无得参的机会，佮下边更有机会烤菜头。今年是第四年举办，而且是一年比一年较盛大。今年种了3公顷，依然是无够。无到10分钟、7分、7-8分钟就结束啊！因为来的人实在太侪、太侪、太侪了，侪到讲啊吼，分享办活动唔捌遐侪人，真正越每一年都越来越破天荒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也很开心。看到那么多人来到分园乡，因为很多都是外地来的，然后替分园乡打出了知名度。免费烤菜头，大人囡仔都算加真欢喜。三角外菜头无到10分钟就被烤了了咯。分农会总干事强调，明年会阁扩大种植面积，让更加侪人来参加。大众新闻中小分园采访报道。过日过年就要到了，中华区议会推出高级的海产礼盒，有草虾、石斑、透抽、干贝、甲鲍鱼等8种丰富海产。这礼盒的介绍更加是非常优惠，替消费者省钱过好年。做
间摆满各色的海产，按燕条、鳗鱼、草虾、龙胆、石斑鱼片、头条、干贝、甲鲍鱼，以及蒲烧鳗，真澎湃。经过料理了后，看起来真好食款。所谓的是桂林哈，啊，每一年咱鱼会这边吃吼，总有特别为咱的所有这客户的选择上好的优质产品，要大家好过年。啊，咱鱼的今年吼有传两种的这个产品品和。啊，主要一种特级，还有一种高级的部分。啊，咱这回吼、哦、品项非常多，总共达到八项。哦，啊，今年的特色就是讲咱条红色的，就是讲燕条。人讲过年要有喜气，啊，所以说燕条这个部分，它是红色的，哦，就代表喜气洋洋。哦，啊，一个吼，咱的迄个龙胆石斑片，哦，啊，咱的迄个鳄鱼，哦，大尾鳄鱼，哦，啊，还有迄个生鲜的，哦，那个干贝。还有生鲜的、哦、那个套 Q 哦，阿哥咱特别传的哦，包括咱的渔会的蒲烧鳗，总共有八大项目哦。这个、中间吼、哦，咱公司的倒起来应该超过3500块，但是我们特优惠吼、哦，包括一些包材，咱才卖3000块。两年特别来到，家家户户拢会准备围炉菜。彰化区渔会特别推出出两款特级加高级的礼盒，和民众唔免去市场挂个大包细包，而且一个介绍比起市场一项一项买搁较俗。因为过年这段期间吼，咱一寡家庭要去个菜市啊吼，一样一样选购，真的很麻烦啊。所以讲吼，恁会当来渔会一次，哦，马上就把规桌安尼澎湃澎湃。来串便便、哦啊、今年我们备的量不多、哦、才1000多份而已、哦啊、所以说预购从速，那较晚来可能有点无会难买啦，哦，这是咱今年的这个部分。啊，再来特级的部分呢，咱是总共有7个品项、哦，我们售价是啊1500块，对我们那个整个备货量也不多，哦啊、所以说、哦、我们当中还有咱的迄个鳗鱼。啊，甲迄个鲈鱼片的部分哦，啊，佮有咱基隆哦，特别这回对基隆来这里小减的部分哦，所以说，通常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两项的改变哦，像特级的部分，我们就是燕屌的改变，高级的部分就是基隆小减部分的改变哦，啊，我们还有送那个哦，像那个私募鱼丸的部分哦，这是咱的这里特级的部分哦，啊，所以讲呢。咱过年吼，一次来渔会这边来购买，但是呢，咱大家若无迄时间通来买，咱网络吼点上彰化区域的官网哦，随时马上宅配。不管是送礼、自用拢真适合，超级澎湃礼盒，和爱食海产的乡亲一概就会当传好，巴肚卖真满足。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国际知名的健身器材大厂为了回馈消费者，一年一度的抢拍活动，伫咧河北全兴工业区正式开始了。不管是健身的器材、衫裤或者是配件类商品当中有，现场就万件商品甚至拍到两折。即个抢拍活动，嘛来开放各地卖场，服务更加侪消费者。国际知名健身器材大厂为了回馈消费者，年度抢拍活动在河北全兴工业区的厂区正式开始。活动一直到19号为止，仅仅10天，这次又特别开放个人卖场，让平常时爱上班的人免请假，也会当好好食、好好买。那主要的是要回馈我们的乡亲，那把我们最好的机台，然后提供给我们乡亲。那平均的折扣大概3到4折左右。那我们。在现场上，我们有许多的那个跑步机、椭圆机，还有许多的车类的部分。那主要呢，就是要让乡亲们喜欢运动的乡亲们呢，能够一起参与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盛事。这一次为了要服务一些就是平常上班族的一些朋友们，那1到5的上班，那可能假日没有办法来这边现场参观。那我们这一次特别在6日的时候，我们也延长在假日上面做了一个活动举办，然后让。这些朋友们能够利用他的假日休闲时间，然后来到我们工厂来做一些采购。刚好看到，这边代理有那个跑步机的特卖，所以想说过来看一下的。因为他现场有蛮多展示机，所以我可以来现场体验
寻找比较符合我需求的那个跑步机的那个需求这样。除了提供健身器材、衫裤甲配件商品，这个卖场也提供收阿伯按摩仪，提供给消费者选择。像这个很有趣哦，哈、哦，你看它这样，它可以弹回来，可以训练那个臂力啦，哈、哦，啊发泄，哎发泄。发泄情绪啦，体力啦，哈，你把他当成你讨厌哪一个人，你就可以打他，这样子不伤害别人，可以，而且还可以这样子运动，我觉得蛮。秋华活动推出上万件商品，全面拍折，上加两折，感谢器材也是百货卖场三折四折的经典的介绍。业者表示，说得来就是鼓励新年有兴趣相亲，会当把握机会来现场试试嘞。过年就当安心吃，努力运动，唔免烦恼年后身材变优。台中华新闻叶芳吴何必彩虹报道。来关心拜礼拜天气状况，拜日开始气温回升，各地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只有东半部地区小可有短暂阵雨。今麦来关心各地温度一切。就是今天的凯播大中华新闻周报，感谢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苏佩祖，咱再会。社会的优质节目，这里就有一位需要帮助的街友。你好，请问你当街友多久了？渣男。请问你每天三餐都怎么解决的呢？渣男。请问如果可以重来，你还想当街友吗？渣男。好啦，只要从我遇到他开始说起。我还没有问你故事。他在交友软体密我说我风情万种，是可遇不可求的百年难得一见美女。这种鬼话你也相信？他说没遇过像我如此美貌与才华集一身，自信又谦虚，美貌又不夺目，丰满又不过胖的少女。希望我可以给他一次机会认识我，就算不行，只要看他一眼他就死而无憾了。对不起。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聊了起来。他是中国的小哥哥，身高180公分，职业是医生，长得像孔刘，兴趣是打篮球。Interesting。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他说，为了我们的将来，希望可以一起投资赚结婚基金，或是买可爱的小窝。他能为我们的未来打算，我当然很开心。所以我就听他的建议买了比特币。哦，目前听起来都是很好的发展啊，你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之后他说比特币赚得太慢了，要我把比特币转到另外一个平台 Nasdaq， 交易获利可达100倍，第一个月就赚了5%获利。他也有出金给我，我以为找到了致富密码，就放心的一直把钱都转进去，没有再要求出金，打算赚到第一桶金之后再一次转出来省手续费。就这样交往了1年后，我看我们的经济跟感情都稳定了，是时候拜访他们家谈谈婚事了。精彩就来了，没想到他一直声称父亲生病不便见客，根本没有父亲。我说那我们可以先见面同居试婚，也被拒绝，根本没有朋友。我要求他先出金给我，他也说不方便，根本没有钱。结果我就被封锁在一边，都不想干了。太严实。
谢你的分享，给我们观众一个很好的案例。请问你有什么忠告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说吗？千万不要相信180长得像孔刘的小哥哥。是这个问题吗？还有不要相信标榜高额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彰化因为有你而美好，每一个你都是彰化最美的风景。Made in 彰化，记录用心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美的彰化，引领观众探索各行各业的百态人生。